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从手掌这面去看，其实咱们的手掌啊和手背是不一样的。那么首先呢，还是先来概括一个五边形啊。在概括这个五边形的时候呢，上面这条线呢，我基本上不是平的，它是一个有弧度的趋势。然后咱们刚才说手掌和手背，掌心和掌背它是有区别的。那么它们的区别在哪儿呢？咱们从手背看上去，手指的长度应该要长于手掌。那么咱们从手掌看上去的话，手掌的长度要长于这个手指。那这个里的这个特征是什么影响的呢？咱们从这个手的侧面再来看一下。咱们对手指和手掌不同比例的长度的错觉啊，来自于这里的这个小特征。手指和手掌衔接的这个部分，它是一个斜坡，它是一个倾斜的面，它并不是一个纯的直角面，它是这样的一个斜坡。然后呢，手指是这样子长的这个位置的，这个阴影部分就是这个斜坡。咱们能够在这个手背的地方看到这个坡。你可以看一下你自己的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特征。那手掌这一侧呢，只能看到它是这样连起来的。那咱们从手掌的侧视图，咱们可以看到一个手掌的厚度的一个特征。从手掌根部开始，一直到指尖儿，它是逐渐的变窄的，它不可能是手掌这么宽，然后呢，手指越长越大，越长越大，这是不合理的，这也是不美观的，所以说呢，一定要记住这样的一个特征。